就开车上路，现在呢，连疲劳驾驶也要特别当心，因为一个不小心，意外就会发生。有民众跟朋友相约出游，开着车从溪头往山林溪的方向行驶，没想到其中一位驾驶因为疲劳晃神，连人带车的就冲下了旁边的山谷，惊险的画面全被后方的行车记录器全程目击。前方的蓝色轿车在山路上行驶，一个转眼突然意外发生。只见那车子越开越偏，就直接冲下山谷，后方同行的友人赶快按喇叭示警，但还是来不及。目睹的人被吓出一身冷汗，前后驾驶赶紧停车下车查看。见到车子栽了下去，就怕车上的人已经受伤，大家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幸好轿车被一旁的树木给挡住，车上人员没有大碍。警方调查这起从溪头往山林溪方向的意外，原来是因为疲劳驾驶所造成。疲劳啊，不慎啊，滑下山坡。幸好啊，这个山坡啊，刚好有个草丛，有树木啊，挡住这个车辆啊，没有啊，滑下这个山坡啊。不幸中的大幸，没造成更多伤亡，但这段影片足以作为借镜，提醒您疲劳驾驶实在太危险。